前篮板球得分都靠我，你拿了球不投又不会掩护我，选你这种队友吓透了我。说你说分数怎么停留，一直停留，谁让他停留的，为什么五年朋友成为战友，你却还让我出球，你说怎么唱我球，你说怎么打我手，你说是不是你不想活。去了